Captain Steven. Hello. I am satisfied to see that you survived your most recent. 我们这附近要清理干净。救地球狩猎步枪。被遗弃的生物实验室。换衣服。劝这些海盗立刻投降，不要作茧自缚。我们这一块地方必须被 clear 掉。放下武器，不要抵抗。这块地方现在是啊，连值领土。干什么？准备进行逮捕。受到致命武力回击。准许使用致命武力。宙斯卷二分点，我真的很想做这种地板，就是我们现在走在这个表面，这个地基，这个地基就应该是哨站允许建的东西才对，这是最基本的东西，按理说。为什么我只能在泥地上建哨站？我不理解。放下武器，还在拿着武器。锤子。外星草。Let's try not to be responsible for any industrial-sized accidents while we are here.
些东西并没有什么卵用，而且还不值钱。海盗生存动力。12000，漩涡这枪是真不值钱，海盗自己的那种啊，太空废土垃圾枪的感觉。烟熏三文鱼。写一下，被遗弃的生物实验室。I think you may be trying to take a little too much on. Literally.电脑，电脑是干嘛？更新友军。啊，这边可以直接控制机器人。哎呦，谁进来了？好像又要升级了，哎，我干嘛了？我就要升级了。反正这经验条是满的还是空的？这是满的，马上满了。我也不知道我干了什么。最搞笑的是，我自己都不知道我怎么就又升。我最近好像也没有做什么给经验特别多的事情。办公室钥匙。你看这些敌人都是低级的，甚至优选。Biohazard。古典的白板是4000块钱。那马上要当地时间早晨。办公室钥匙。
哎呀，就是个校准传奇而已。哎，我还以为呢，也不怎么样，连个山洞都没有。贝奥武，不行。马桶怎么坏了？办公室钥匙。入口钥匙。为什么这里面会有冲突预算？ Any situation, but there are practical limits, no? 这个小工具箱不能带走，真可惜。医疗样品托盘。There's anything you need. Come back to me soon, dearest. Why? 我是错过什么了吗？这儿，这儿，这儿。是，我们要从这边进。还有任务啊！啊，这居然有任务。
76 76这个数字啊，很有缘啊，再次见到了76。约翰的小队放弃休假为凯琳修建坡道，人是太好了，可怜的家伙，要是不是不要是不能行走，还真不知该如何是好，估计就是坐等发胖吧。事实上或许跟现在没什么区别。衡阳历2327年，也就是3年之前，很久以前。这是入口一样，这种点位置，我想在哨站建这些灯，为什么不行啊？贝塞斯达，这个台灯为什么不能建？这个灯为什么不能建？啊？这橙色台灯多好看！暖色台灯超级好看。
又是什么破烂？电弧电焊，这还好刚存档，我怎么存的这么巧？我这个档怎么存这么巧？哇，这么多笔记本，嗯，摆在这个箱子里。快餐土豆，约翰真是个马屁精，我不明白凯琳为什么那么喜欢他，他还得到额外休假，真令人厌烦。我本来还想和凯琳谈谈，但我如今已经是如履薄冰了，好讨厌这个地方，我迫不及待想要完成工作，然后搬回新亚特兰蒂斯。约翰真是个马屁精。艾琳的数据版，这个凯莉就是凯琳吗？不是，凯约翰的小队放弃休假为凯琳修坡道。11月9日、10月18日，凯琳出事了。凯琳出事，残疾没法走路，应该用轮椅。然后约翰帮他修那种，发生了什么呢？这里。药瓶，自动售货机，哎，正好是要奶酪薯条，它还有吗？它都是奶酪薯条吗？靠，不是，它是随机的，就像那个避难所餐盒一样，算。但起码拿到一个奶酪薯条。Who's here？ 什么意思啊？这个地方我来。哦，我是从这边下去。接工具。Well, either we press on or we turn back. Your call. 从这边出来，刚才这边是不是探到头了？已经，这是入口，转一圈回来。这边是都去过了吧？楼上走，海林修坡道的呢？是不是漏了什么东西？这一座比以往任何一次都容易漏东西，因为这一座场景复杂度
还有光照质量提上去以后，这就是个问题，就是越来越多东西显得越自然，你越不好找啊，这个是实话。这就是为什么它这一代要加高亮，就它和以前不一样了，已经以前可以不加高亮，因为它场景没有这么复杂，东西没有这么多，然后光照就没有这么到位，所以很多时候你看一些东西，你看捡垃圾，比如说辐射是比较好拿，比较好发现。这一代的话，由于这些方面的原因，就导致找东西难了很多，所以它加了一个扫描。主要因为它这些，它不，你看这些能互动的东西，它不一定是能，就是不一定是高亮的，它只是高亮能捡的东西，但这些东西照样能互动。这个数据板我没法在家里建，有点可惜。这个地方要在晚上才能看到器具星。白天就看不到。没有弹药的时候，它会在那闪烁。Always. Gun box. Checking. Never know what you might find in their pockets.这个门上图标，门上的图案一眼看成 umbrella。
Lear 废弃生物实验室。你们有个简单感觉是怎么说，有点暴打，不知道，可能是他们赶紧，这是个凯琳和约翰，先是有人抱怨说他太照顾约翰，然后凯琳出事以后，约翰又帮他去修那些，就帮他，所以但我不知道是不是我漏了什么东西，但我感觉我也就能找到这里哈。这个 SB 在哪？这个矿，锂在哪？Always a satisfying moment to return to your ship. Liftoff looks good. All systems are working. Red Apogee. Surrounded by stars and the vastness of space.
on the ring.飞船降不下来是为什么？奇怪。我觉得这些通通要改一个东西，入口不能在正面，正面是看景的地方，如果你入口在正面，直接把景色给遮住，这肯定不行。入口统一要在后面，这边也一样。在外面。对，这样才对。否则你连正儿八经的最重要的景色都被挡了。少一种矿没有找到的问题是，到这里试试。Landing site locked. Take us in. How can I be of service, Captain? 哇，这个地方也好看啊，我靠，但是没有那个地方那么震撼。那个地方，它星球本身也很大，但这个地方一样很绝美。工业哨站。不是 SD 吗？这运气真好，直接找到。
又断了。你们这工业哨站怎么一天每天都有东西断的？工业哨站，这个是什么？储气罐。Spacer gang has been stealing from us for weeks. We're running out of supplies, and they're making bigger threats. I know it's not your problem, but we're not up for that okay, kind of trouble. 确定伤害平民，准备当场。Oh, that's great. Thank you. 太空流氓打手装备。I might, you should leave the site after you're done shopping. The foreman's glaring daggers at you. Couldn't tell you. It's probably been a few weeks, but everything's felt like one long stupid day since I left New Atlantis. I hate it. I was supposed to be stationed at the research outpost with a bunch of zoologists.Nerds like that treat their vendors great. Unlike the assholes on this site, they treat me like a second-class citizen at best. Let me know if you have questions. 我们今天缺什么东西来着？哦，那个奢侈仿品它也不会有，反正。嗯哼哼哼哼哼哼。Have a good one. Please proceed with caution. Don't go get yourself killed or anything. Ferrolite hired us to build a factory. They're expanding their operation. I don't think I'm supposed to tell you that, but they're not paying me enough to keep secrets. Sure. You can get the hell off my site. We're on a tight deadline here, and we don't need any distractions. Goodbye. 嘴真臭。我到现在也不知道法老光学到底这家公司是干嘛。下次去霓虹注意注意看能不能找得到。What is your scanner review? Sorry, I'm on the clock.I'm gunning for the foreman's job. Seems like a piece of cake. 工头的职位。You've got this. I quit mining because I got a construction job. Joke's on me. 睡觉。这个可以拿。我也睡一觉。这世界时才过去这么点。Last night was. We're never gonna get this job done. Yo, oh.
哇！My day is suddenly much improved. How about that? Take care, love. Maybe.投降！警告你们，不要反抗。
否则。我靠，受到致命武力。是记得有个地方能操控这些炮台的，在车这两个好好听我话不攻击我的人就活得好好啊，有些人要是非要打我，那我也只能aligned space scum running rampant across the settled systems.
much as they do. We deserve just as much as they do. A lot of you have been all over. You've seen the empty buildings, labs, factories, whatever. They're out there, lots of them, abandoned after the colony war. And those others? They want them. They're taking them and everything inside. Are you gonna let them do that? You gonna let them get away with that? I'm not. I want my fair share. And I don't know about you, but I'm ready to take it.吓我一跳，那个人，我靠，死了还在那里站。这一座战斗机动性是真强，上窜下跳。敌人也会上窜下跳，你也会上窜下跳，也就还好敌人不会像你那样悬停啊，否则那可真噩梦。重力，烈呀，都打起来，你还直接在我面前看还行。
这电路板这么厚吗？啊，这个是制造部件电路板，有几个电路板 ？Fuck！ 他的怎么回事啊？战斗太好了，做的这手感真的就是绝，这是杯赛做出来的。他们的杯赛什么时候这么会做枪战了？我靠，从哪偷师学艺的？这是这是第一种，应急电池拿的，这样就开门了。咖啡，那个改咖啡的我还记得，好像这个改咖啡，12000校准。怕啦，怕啦，怕啦，嗯？怎么还跑了？别，哎，投降，乖乖投降。他还跑了，吓跑了，我靠！一边嚎叫着，一边润。Too much on. Literally. 又有一个应急电池，乳白片。
联职防卫手册。联职防卫手册。他还在那里喊，我靠！这个地方叫什么来着？科学设施。本地地图。咖啡联职防卫手。What have you got for me? Leaving so soon.Even without life, there is the potential for beauty. 那肯定，那太对了，安德烈呀，我完全同意。We're on a deadline here. Griplight needs a shipment by next week. How'd everything go? Did you give him hell? That's great news. Thanks for getting this done, even with the risks. Here, this is for you. You've earned it.Good luck out there. OK, 我们今天先播到这儿。Ready for takeoff, then.Go!
Stopping retros. Orbit achieved. Stabilizing. Bye bye. Done.